不要自作聪明。有一处地势险恶的峡谷，有个铁索桥，一个盲人，一个聋子，一个耳聪目明的正常人，都要过这个铁索桥。三个人抓住铁索，凌空行进，结果盲人和聋子顺利过桥，而正常人却跌落深渊峡谷。难道正常人还不如盲人和聋子吗？正常人的弱点恰恰源于太聪明，太耳聪目明了。盲人说，我看不见，我不知道山高桥险，我心平气和地慢慢攀爬就过来了。聋人说，我耳朵听不见脚下咆哮和怒吼的浪涛，恐惧对我相对减少。学佛人也是这样，不要瞻前顾后，不要自作聪明，以为自己什么都懂。为什么多懂的人会神经分裂？为什么多懂的人让自己的心产生烦躁？